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请黄队来给大家出题。Test test one two three， 来了，来了。你这还受傻子呢，在那儿真是。这都什么习惯？女号，我也没想到。我猜出是什么东西在吃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好好的，就好好的啊，好好的。哎，这是在吸还是在吹呀、啊？对，然后这接下来很关键啊。你别吹了，它也不烫，你别吹了。怎么猜得出来啊？听啊听。哎，我。甜的咸的能给个提示吗？咸的。是辣不辣？对不起，你问题太多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凉皮、凉粉、凉皮。哎呦，太香了这个。凯哥太饿了。中午没咋吃。你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来点爽快的啊！哎呦，太香了这个。哎，能不能我给我暖暖胃也来一份？来一份，听着太好吃了。凯哥吃的太香了。我以前广告小王子就干这个。对对对。哎，不是吧？这什么？烤箱是面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不改了，不改了。我这。请亮题板。你们啥？快亮。羊肉汤吧，就。凯哥，你端出来吧。酸辣粉，这太难了，这啊，这个太难猜了。很遗憾，全都回答错误。你们很遗憾，但是凯哥吃饱了。这一晚上他嗦了的。我没遗憾了。这个，这个太狠了，来吧。干脆面。方便面。方便面。干脆面。干脆面，干脆面。baby 先说的干脆面。Yeah. 你真的是还没吃？你是常年吃这个东西吗？我常年吃这个东西，我只要听到它一碎，他刚撕到这儿，他就说干脆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撕的时候有一种干脆面的气息冲着。你听，你认真。干脆面。哇、wow.。从一彤开始，男的女的，她是女的，我肯定她有发言权，因为她带孩子，对吧？这么明显，你给太多了吧？我这个那个是拍电影的还是不是拍电影？行业内的，行业内的。不是吧？他本人根本不是这个行业内的，他本人是服务人员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VIP 专门服务 VIP 的。那我这是开火锅店还是开火锅店还是？不是，那不是服务行业的吗？就是饮食的。家政，
家政。我也不知道是从小跟到大。家政。我太难了。到我问了，我这个动漫的，比如说动漫片或者动画片的这个片名是什么？哦，片名是他本人的名字。就他的影响力是不是特别大？就特别大，非常大。哎，现在想起来都会做噩梦。做噩梦。我都想用他的武器。肉不梦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跟你无冤无仇啊！到我问了啊。我猜这里面有一个动画片的人。哦。小猪佩奇。Yeah. 大哥同，其他六个成员挑两个人。我选两个吧，我选成毅和李晨，我选两个胡子。怎么了？你继续。我不继续了。不行不行，我选你了。我不行，我选你，求选我，我要玩李晨。我先来啊。我这个是个女性吗？哎，是。是个女性。哦，我这个是个女性吗？是。是。我这个不是干家政服务的吗？是，也现在不是，是现在也是，是是是现在。我给他不是干家政服务，现在也负责一部分这样的工作。我给你个中肯一点的回答，偶尔也干。不，没没没，我要准确率，别整那迷迷糊糊的。古代哪有家政服务啊？我也就现代人。弟弟，没不干家政啊，不干家政，不干家政，不是每一个都干家政的啊。好了，该我问了啊。好，下一位。我这个企业有钱吗？企业，你业，你不是家政企业吗？这企业有钱吗？有房贷啊？他是房贷吗？干家政。就是家底怎么样？他不以家政为主业。他有钱，他有一个赚钱的工具。非常擅长使用这个工具人呐。那我这代言过家政服务的，代言过家政服务的，怎么就绕不开了呢？我挑两个最弱，我选诚意，我选你了。不行，我选你了。就他明星，他有代言嘛？他是有代言，有的有。他们是两个人一起，经常两个人一起代言，是一对夫妻。对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又知道了，哥哥，你还是你当主编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没这天赋。黄队第一轮挑战，请出题。这个有点难啊。那农部啊，那农部，这是干部，这是干部，啊，那农部，这是干部。我这个杂汤，我这个杂汤，这么难？我这个杂汤，这个杂汤，我这个杂汤。嗯，动作组啊，好，来，我那农部，我这是干部，什么？我那农部，我这是干部，我这个杂汤，感觉好难啊。过不来了。我那农部，我这杂部，我这个杂部，这个杂趟。我那农部，我这儿嘎部。我那农部，我这儿嘎部，我这个杂趟。啊？给藏族人听懵了吗？这环节他们肯定必输。给人弄笑了，这他真不知道是谁。咋了？说汉语，你只有汉语现在能传下去。看你动作，我这儿咋地，那儿咋地，我是个杂唱。我这个农部，我这个农部，这个干部，这个杂汤，杂汤。哎，一个藏族人让人传藏语，最后拿汉语往这传。我这个农部，我这个农部，这个干部，我这个农部，这个干部，我这个干部，这个汤杂汤，我这个杂汤，
反思一下为什么是个杂汤。这个弄过，这个根儿不，这个弄过，这个根儿不，这个我这个弄过，根儿不，我这个弄过，这个干儿不，这个干儿不，这个杂汤，我这个杂汤，杂汤，我这个杂汤，我这个杂汤。我这个 normal， 我这个 double， 我这个砸唱，这个砸唱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怎么整上东北话？我这个 normal， 我这个 double， 我这个砸唱，我这个砸唱，砸唱，砸唱 ，double， 我这个 normal， 我这个 double， 我这个砸唱，砸唱，砸砸唱。我这个咋的？这个跟你们当地饮食有关，杂汤嘛，羊杂汤，羊杂汤，羊杂汤，我这碗杂汤啊。我这个干儿不？干儿，羊干儿。我的干儿。我这个农夫，我这个干儿不？我这个杂汤。第三个是杂汤，杂汤对。第二句是干儿不？真干部，南工部，对，第一句是南工部，第二句是真干部，第三句是，我真个杂汤。是吗？第一句是，就是蓝蓝的天空，蓝蓝的天空，对。第二句是白云，白云，对，白白的云。第三句是，不会吧？有点危险。就是绿色的草原，绿色的草原。对了吗？正确答案就是。草地，恭喜团队回答正确，东北话猜对了。哎，这个跟传过来的可不一样啊！刚刚他们不是这么传的呀，这叫默契。对。那你们这样目的性太强了，刚刚放完你们就目的性这么强。没事，我们任务已经做完。谁也不是傻子。别这样说，别这样说。这话容易打脸。你先分析啊，今天哪个时候觉得怪怪的？你自己不是他说撒个娇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为什么要撒个娇？然后你说我就是爱喜欢卖萌，我说你是吗？是啊。就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但你还是照做了。啊。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，我们把自己的斤数都报一下吧，那个东西。我的那东西有40斤那玩意儿，我60斤，我有10斤那玩意儿，我才10斤，我80斤。好、嗯，我50斤。我老爹也有30斤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哎。开动你的脑子。我今天一天都没有，太可怜了。你是一辈子都没有。哎。对，我们每天都背着啥东西？我们今天背着书包呀。啊，对啊，对，这是有形的，但是在精神层面上，它是什么？精神层面上，它象征着什么？是吧？对，艺术细胞。对了，我没有艺术细胞是吧？你要想想我是没有的东西，你每次要想想我，你没有啊？杨迪。没有艺术细胞？有。It's okay。 我跳成这样我还没艺术细胞，所以你要想想我没有的东西。精神的，我跟你说，还在这个东西越多就跟人更有距离感，这个东西越少就跟人越……那我知道了，智慧。一句就惹毛我很多次了。我没有的东西，你能不能好好回答？我已经受不了了，你每次都忘了我是没有的一个东西，什么智慧？我今天一天开那么多东西。好了，我觉得我换个位置给你，真的。好了，弟，好好开。我没有的，好好开。这个东西多了会让人觉得哇，而且很辛苦，活着很辛苦。多了的话，每天都要在意自己的一些表面上的东西，会让人觉得哇。
如果这东西没有的话，就嘿，哥们儿，第一天见都好像认识很久那样。嗯，但我没有哎。嗨嗨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。什么？你如果说 对，就是那。我这次真知道了。你如果说什么颜值什么的，我可能不是颜值吗？不是颜值吗？还猜呢？别猜了，这再不公布我待不住了。这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，要有责任，责任，责任，责任。那他为什么没有责任？没有责任心，没有责任感。控制你自己。我干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有责任，我没有责任，责任。别哭别哭，杨迪别哭。等一下，我再问一遍，你有多少？40斤。你看我背的是什么？是包袱是吧？哎，所以答案是偶像，偶像包袱。耶，不容易了。但是你已经彻底得罪我了。请出题。你阿帕，你阿帕音，你阿帕音，你阿帕音，阿帕音，嗯，你阿帕，你阿帕音。抓住几次？你阿帕，你阿帕音。然后下一句是，俺个阿帕个尾音。俺个阿帕个，俺个阿帕个。俺个。俺是阿爸，阿爸个肺，阿爸个肺，什么我爸个肺呀？你阿爸阿爸你，俺是阿爸阿爸个肺，阿爸个肺，你阿爸你阿爸你，饿，还是俺饿，俺饿。阿帕阿帕个恶意，好棒啊，蔡徐坤，有点难的啊，有点难。你阿帕阿帕硬，你阿帕阿帕硬，你怕硬？阿帕硬还是阿帕硬？俺饿，饿了是吧？想吃点啥呀？你阿帕阿帕硬，俺饿还是俺饿？阿帕阿帕哥恶意，我天哪，这谁能记得住啊？这不难啊，不难不难，你要相信自己，这并不难，好吗？你阿帕阿帕，你阿帕阿帕，你阿帕，俺饿，阿帕阿帕哥恶意，好吧。嗯，好，去，我去，哎，好，我去了啊！加油，不跟你捣乱。你，这这阿帕，阿帕硬，俺阿帕饿，俺阿帕饿，俺很怕饿。你阿帕阿帕硬，俺阿帕饿，阿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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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也不是怕吧，就来这地方也不会怕。他都已经开始理解内心的含义了。你阿帕阿帕硬，俺阿帕饿，俺好饿。俺也好饿。最后那个应该就是放饭的感觉，饿了那种感觉，放饭的感觉，饿了那种感觉。完了，非常好，主要是你领会了精神，相信你。印印，阿帕印，阿帕印，我阿帕印，我阿帕印，啊 ，OK， 没传了，没了，怎么变短了呢？印阿帕印，我阿帕印，印阿帕印，阿帕印，我阿帕印，我阿帕印，对，完了，完了，印阿帕印，阿帕印，我阿帕印，他传的没错。印阿帕印，印阿帕印，我阿帕印，没有动作，我传过来就这样尽力了。
其实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你这样，我们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让坤再说一次。对，让坤来一次吧。来，一，阿帕阿帕印，二日，阿帕哥，阿帕。你得给我说缺氧了。你好好说，我一直都在好好说。好好说，咱们组已经落后了，咱们组已经落后。你阿帕阿帕印阿帕印，暗恶阿帕印，你直接传他。我这棒我传不了，这棒就是你爸不饿晕，他爸也饿晕了。你阿帕阿帕印，暗恶阿帕阿帕个恶印。阿帕嘎恶语，恶语。你阿帕，我是你爸爸。不是不是。你是啥？那我听出来就这个意思。来，请卓玛公布你的答案。你爸爸是爸爸，我爸爸。我爸爸就不是爸爸了。啊，你爸爸是爸爸，我爸爸就不是爸爸，听听，是不是标准答案？那、啊、你爸爸是爸爸，别人爸爸就不是爸爸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爸妈。确认了啊，请原版给我们演示一下，好吧？我阿帕，我阿帕音，我阿帕五音，五音，嗯。正确答案就是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爸的儿子。哇。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终于出题有一点深度了。以后要达到这个标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标准，对，这个标准。我最后帮你们一下啊。哦，你这有点意思，是不是？对。小凯给你画了一对腰子在这儿，裂开的腰子。酒，喝酒。对。很红的这首歌，现在已经在提醒了。原因是这个原因，心碎，对，了无痕，不对，有心吗？没有，字儿里没有心。有酒吗？有啊。哦，这个字里没有，字儿里没有，但是跟它有关系。醉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你就要告诉他得了。这么好笑吗？我现在这么幽默了吗？你直接告诉他得了呗。哎呦哎呦，哎呀，你刚才不这样吗？喂，冷静冷静，我来，我亲自告诉他。我亲自。今天幽默了，幽默了。好难哦，这好难哦。有一个人坐在一个动物上面，他俩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还有一这个，你告他得了呗。哎，你们刚才不是这样。巨大的，巨大的，告诉你得了呗，告诉他得了呗，一起把说一二三，你告诉他得了呗。行了，你们跟羊皮筏子拍照。这个少了什么？少了啊啊！我知道那个《神雕侠侣》。一二三，你告诉我，别着急，已经告诉我了。然后是凯哥，我们也特别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节目100期唯一一个全勤奖的获得者，而且我们当时为了表达感谢，还专门为你制作了金名牌。哇哦！哇哦！当你的金名牌一到手。你竟然立马缺席了一轮录制，所以希望2022是吧？现在宣布把那个金名牌收回，收回去。这样啊，过年了是吧？给我们发红包的同时，这钱你们不能就这么搭进去，把名牌收回去补一下。那也收不回了。但是，他人家也是因为有特殊原因的，对吧？这个不重要。所以我们只希望在2021年里。你能戒骄戒躁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人，什么意思？我踏踏实实做人。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很攻击性。我同意。行行行，你说什么？接受啊，接受啊，接受。行，我成长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按照我们跑男的习俗，每次新年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制作一本年历。有这么一回事吗？有这个习俗？有这么一回事吗？
从现在开始就有这个习俗了。你说啥是啥，你说啥是啥。你很不爽，感觉你要打我。没搞啊，没搞，踏踏实实做人啊。戒骄戒躁。你看。你现在都没戒骄戒躁，虚心接受，凯哥。我够胖的了，别给我吃巧克力。我先问一下，这个年历先生是谁啊？年历先生是我们的，也是一位来宾，一位嘉宾。对，我刚看到他了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李俊逸。你们有人认识俊逸吗？微信什么这那的，极客俊逸我都认识。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你要极客俊逸，我跟你讲，今儿晚上真装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老沙，这个节目播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俊逸要是不笑，今儿晚上真的好整。真的，太坏了这个人。但是他笑就可以找到了，笑可以，那就好找了。至少有线索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定要播啊，必须播。没事，妹妹，过年了啊。到时间看看俊逸吧，我们俊逸也等得着急了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小俊逸，咱们欢迎极客，有请到我们的，欢迎到我们的年历先生极客俊逸。明天他们，极客俊逸，明天他们。等一会儿，重新出来一次，重新出来一次。哎，好，我重新出来一次。哎，希望你啊，戒骄戒躁啊，你得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做。戒骄戒躁。接下来有请粉队，粉队要为我们推荐的是延安苹果。像表演，那我习惯站在桌子外头。这个延安苹果呢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品种的苹果。那么这么好的苹果呢，自然是受到了祖国各个地方人民的喜爱。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它在北京会受到什么样的追捧呢？你觉得我像什么？像延安苹果呀。啊，原来我只是延安苹果呀。哎，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了。延安苹果污染耐贮存，个儿大，色儿艳，质脆味浓，甜过初恋的苹果，请认准延安苹果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，再来天津看看，在天津什么？哎，我发现这个我们的天津老乡也非常爱吃这种苹果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这是嘛呀？你觉得我是嘛？好。你觉得我像嘛？像延安苹果呀。为嘛呢？就一苹果，这样我不就能把你捧在手心里了吗？延安苹果污染耐贮存，个儿大，色儿艳，质脆味浓，甜过初恋的苹果，请认准延安苹果。甜过初恋的苹果。那么苹果在离开了华北平原，来到了哪里？东北这一片富饶的地方。你瞅啥？你觉得我像啥？像延安苹果呀。你拉倒吧，你才像苹果呢。哎，你这样我不就能把你捧在手心里了吗？延安苹果污染耐贮存，个儿大，色儿艳，质脆味浓，甜过初恋的苹果，请认准，哎妈呀，延安苹果呀。哎妈呀。哎，这个小小的苹果要是到了我们的宝岛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你觉得我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了？到底是什么？卡弹了吗？一会儿又成天津，这是嘛？你觉得人家像什么啦？哇，好甜！你觉得人家像什么啦？那像盐苹果了啦。嗯，原来我是苹果呢。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里了。延安苹果污染耐贮存，个大，色艳，质脆味浓，甜过初恋的苹果，请认准延安苹果。哇哦，厉害！那到了香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到了香港，哎，阿奇妹，没听你弄苹果啊？啊，
似嗰苹果。咁我就可以将你捧喺手心。最后到了上海变成什么样啊？农哥，农哥，我是啥么子？我想吃苹果。我也是想苹果了。我长了这张苹果。啊，真的吗？第一组，请出歌。哦，这不是宽宽的歌。抽筋了，我被救着笑死了。夏子爹，老年 disco， 夏子爹太逗了。喂喂，水长，走，你那什么玩意儿？你那什么玩意儿？抓着手，走起，抓胳膊。抓胳膊，可以稍微分开一点，身体分开一点。恭喜 baby 和张翰组获胜。沙溢，你干啥呢？哎，他把一耳朵给人揪了，太狠了。干得漂亮，公平，你们公平，你们这玩完的怎么就这样了？第二组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出歌。我们是有默契了，对，有了，嗯，绝对有了。嗨，别看你现在嘚瑟的欢，一会儿让你拉清单。嘿，哎，抢跑了这个，往前走。这啥嘚瑟？为什么接了一声惨叫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下，哎，走开，好了，麒麟，你的脸，离我远一点，往哪放？你把那花抢过来。往我这边走，对，再往那边走，再往那离开他们。放他嘴里也算赢。哎呦，我还把你咬深一点，咬深一点，别再抢过去。你把他嘴挡上，给推走。有这功夫能啥呀？我就想要这个，就要这个。我有个办法，你把这花先给田爱，让田爱投，我看他能不能这样。哎，咬，咬了，哎，咬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俩人没一个好人呀！怎么又来了？哪找的嘉宾是？哎呀，这配对配的是真对呀！你脸照给谁呀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在下面干嘛？哎呦，我天哪，这种画面！哎呦，我可以。我现在嘴里有一股玫瑰花茶的味道，我觉得都是你洗发水的味道。啊！
后面手背。哇，腿太长，腿太长。哇，腿太长，腿太长。我先了，我先了。好，走。叼了个袜子，你叼了个盘子。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，这么可爱吗？这个好久啊。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么快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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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当山峰，当山峰，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散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空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。他们俩来唱的太好听了吧？不能和你分手，用你的温柔，是我今生最大的收获。没有扣的。当太阳不再升起的时候，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日在变换，全部丢散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是我终身今生最大的眷恋。哎，让我们红尘作伴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青春是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。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醉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。落了俩帽子，因为我看到我有帽子，我不知道有帽子，我也不知道。三个地主家的傻儿子。
不是你们进去怎么知道这身是周深的呢？因为这个小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没犹豫，我就去穿这一套。我去，这有点不像话。我的天哪！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真美啊。到我的那边，快快向北走啊，风风光光向前走啊，我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嘿嘿全都有啊，和你我连更远好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去收拾这禽兽啊，风火火闯九州啊，正出手啊，来出手出手，火火闯九州啊，二呦嘿嘿，二呦不见不平一个呀，来嘿嘿一个呀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来来造起来造起来，兄弟们兄弟们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嘿参北斗啊，十指将一碗酒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全都出手时就出手，带走，闯九州，哎，我咋没有啊？嘿嘿，闯九州啊，嘿嘿嘿嘿，嘿，嘿，尖叫声！哎，我们请评审进行打分。加演 lover， 加演 lover， 情人是吧？我的心在小鹿乱撞，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，抱你到天亮。